所有支持郑长芳的支持者说一声谢谢。那么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大家都已经感受到我们非常非常的努力，而且在改变政治的这个目标之下，我们在过程当中已经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坚持还有我们的理念，让新竹县这一块土地上面有不同于以往的政治的选举的文化产生。我们是不是先给自己一个掌声好吗？长芳在这边呢，再一次跟我们所有的支持者谢谢，谢谢你们在过去这么久的时间一路的陪伴长芳。那么在未来，我们希望新竹县的明天会更美好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